讲户型啊，今天啊，我快速讲，咱们今天准时下课啊，我这还有工作要做，我都忘记上课的事儿了，刚想起来，没看连那个音乐都没放吗？等一下啊。把麦关了，刚才把麦关了。好嘞，我刚才看了一下课表，今天呢是小户型的这个设计哈，我没有准备户型了，没有准备户型。然后呢，你们这个有小户型呢，就可以发一些，然后选一个，然后我们进行这个课程内容的这个直播。好，有户型就可以发啊，发点小户型，大户型我们先不做啊，一步一步来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也是一步一步来，嗯。哦，这个也是个三居啊。我们按照课表来啊，你们不要什么都问。那个平时注意一下我们的课表啊，注意一下我们的课表。我们基本的每节课的内容按照课表来。我们这又是讲完一期啦，然后是新的一期，然后还是从小户型一直讲到跃层啊、类别墅的这些产品啊，还是从小户型开始。啊，看那样子大家也没有特别小的户型是吧？那就讲第一套了哈，讲第一个人发的那个就可以了啊。但是这个方案已经做得挺好的了啊，方案已经做得挺好的了。行，就讲这一套，不用发呀，不用发了。哎，最后这个蛮小的，这蛮小的，还做个玄关啊，餐厅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。还有两个卫生间，这套有点乱啊。悬崖的边缘。小哥改一室两厅，行，我们就梳理一下。刚才我有想看画第一套，梳理一下。梳理一下这一套吧。梳理一下这套这个发图的人看一下哈。我们梳理一下这个位置是不是剪力墙？这个位置是不是剪力墙？啊，不是，行，我们梳理一下这套就可以了。本来我想讲第一套的啊，但是户型的确越发越小。我们今天还是尽量讲，小户型啊。从这个啊，刚才有人发这个两户改一户的哈，然后希望有两居的那个。本来我想选那个啊，但是还没有这个更基础一点啊，这个就是个开间的形式了哈，感觉。
行了，不用发图了啊。我们今天呢，就2个小时的时间来讲这套户型啊。如果是讲完了的话呢，我要是要求你们再发的时候再发就可以了啊。稍等，我先拿个水去啊。哦，库存没了。发的哪个？下面。下面它是有一个，这边是电视墙这边。沙发里面就是白色的处理好像。哎，有点冷啊。啤酒高气啊，刚喝完一瓶。刚才吃饭喝了一听，没标承重，因为我刚才有问他这一块是不是，啊，主要是这一块看是不是简历上，他说不是的话那就 OK 了，啊，这块是不是都可以，因为应该也不去调它了，因为被入户门，所限制住了哈，它的尺寸基本上定在这儿了，卫生间尽量不去动它，这个方案。要调整吗？做的其实已经挺好了哈。我们先看一下啊，勾勾框，找找感觉。一个小户型，相当于是个开间哈，或者是一个一居室哈，一室一厅或者是开间。什么一厅怎么勾啊？一听怎么够啊？你说喝一听怎么够啊？那不还要讲课吗？那不就晕了吗？不讲课那不就晕掉了吗？是吧？希望我晕吗？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户型，我们分析一下哈。它是单面入户啊，单面入户，整个户型呢有2扇窗户啊，一扇大的 A，然后一扇小的 B，对吧？然后呢，A 呢对应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，一般常规来讲哈，卧室或者客厅。然后 B 呢对应的是厨房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。位置啊，是基本上是对应的厨房，那它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理想的啊，比较理想的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里边的这个空间，就是说它暂时要的这个空间区域啊，这边呢是厨房，然后这边呢是卧室啊，一个厨房一个卧室，相对来讲它俩这个对窗户这个要求，包括功能位置呢也是比较 OK 的哈，比较 OK 的。但是里边的区域呢，可能稍微的有点问题，比如说这个，吧台跟这个电视区域的这个关系哈，看平面的话是可能成立，但是实际出来的话，它的比例可能是不是特别舒服啊，不是特别舒服。然后呢，客厅、书房以及衣帽区这块可能也是衣帽区的一些关系，包括玄关，整体的该有的功能。好，该有的功能呢，都有，但是呢，你会发觉什么呢？稍微的，零散零碎一些，关系性不强啊，关系性不强，该有的功能都有了，这边卫生间是吧？淋浴房啊，该有的都有了，但是关系性不是特别好，关系性不好，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些关系呢稍微的梳理一下，可以出一版，在这个基础上的。这个优化的方案啊，在这个基础上优化的方案。首先，第一版方案呢，我们就可以，不去大范围调整它的这个设计构思啊，就是说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在平时规划的时候呢，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想法之后呢，怎么去优化细节啊，做一些细节的处理，能做的把平面，包括未来空间展示的这个效果啊，一些比例尺度的一些东西呢，包括一些细节的功能呢，能展示的更加的清晰，更加的。
顺畅，或者是更加的美观一些都可以哈。所以说，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呢，出一版这个方案一啊，调整可能是不是特别大啊？然后我们看一下首先呢，卧房还是在这里，厨房还在原有位置，客厅还在原有位置，然后餐厅呢，可能稍微调一下，但是也有可能在原有位置。然后电视墙的区域是吧？电视墙的区域想跟吧台相结合，我们看看能不能成立啊？如果是想要的话呢，这个动线还要保留，去卫生间的动线还要保留，除非说我们在这里开一个门洞，开个门洞的话，可能是让这个卫生间本身跟这个厨房的关系那会更好一些。现在的卫生间跟厨房是这样的很直接的一个关系哈。可能是这个品质上稍微差一点啊，但小户型也可以接受，也可以接受。那现在问这个出图的这个学员，这个墙呢是否是剪力墙？对，这电视机的比例关系就是比较小的，这个电视机出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啊，它的比例，我不知道它放的是不是300的格子哈，我看一下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是300的格子还是200的格子？300应该是300，不到300。这个格子放的，因为它这个尺寸是300，像是250的格子。问一下，这块不是剪力墙，那就是可以调整，对吧？那就可以调整。这个电视墙这块为什么我刚才说比例不对呢？就它拉出来的比例啊，立面拉出来的比例大概是这个状态。是这样的一个关系，所以说你后边什么都能看到，然后呢，它的整体的比例，有点太细长了啊，就是不够美观啊，不够美观。如果它稍微的宽一点，哎，就会好一些。然后电视选择大一点的款型，就会好一些，是吧？有点难度的。这一期我上次讲课了，这个就要讲的相对基础一些。你们又不是没有听过没难度的，这个香林溪对你有一些印象啊，要搞事情啊，没事儿，我们从基础开始讲，先拿到这个户型啊，你优化的时候啊，也不一定能优化好，不信你现在试试，不信你现在试试，真的不一定能优化好，优化完还不一定能有这一版方案 OK。呵优化完还不一定有它原有的方案 OK。那我的切入点呢，就是优化每一个细节啊，优化每一个细节，从卧室或者从玄关开始。玄关的话，它是希望有一组玄关柜啊。然后呢，像我刚才所说的，话，能否将这个卫生间进行一个延展？将卫生间进行一个延展之后呢，让卫生间的动线呢处理在这个方向，处理在这个方向。这样的话，卫生门本身跟这个厨房门会，厨房的区域呢会错开，跟客厅本身也会错开。相对来讲，它是品质上稍微提升了一点，对吧？品质上提升了一点，卡住了。等一下啊，有点卡。光标不好使了。好的。我电话吗？哎，好了，好用了，刚才卡住了，我把我电话扔了。这样的话，卫生间的整体的，
他从这边进的话，哈，那个他的这个风水吧，风水的会更好一些。但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三件套分类哈。从这边进的话呢，我们有没有必要让卫生间占整个户型的这个面积啊？你也看一下有没有必要，也可以这么做，也可以不这么做。那我认为呢，这个小户型呢也应该可以接受，一进门呢，卫生间一进门呢之后呢是对着马桶，然后呢有一侧呢是洗手台，对吧？有一侧解决洗手台之后呢，这部分空间呢能让给其他空间来使用，啊，也就是说这个卫生间呢就大概切到这个面积就可以了，啊，这很基础，是吧？洗手台，这样就 OK 了啊，它的使用就 OK 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拉一根线，应该是在一条线上啊，在线上。然后呢，来处理我们的厨房啊。你可以看到之前的图的话，就是它的立面的这个关系啊，拐来拐去的一些关系啊，不是特别的理想。这样呢，我们拉一根线，让它呢相对来讲怎么样，比较完整，每个空间都相对来讲比较完整。即使你凸出来盒子，也是感觉是啊后坐上去的。啊，后坐上去的，啊，然后这个整个区域就可以给厨房，啊，所以可以给厨房，但是呢，它整体给厨房就会感觉什么？厨房比较大，那比较大。然后我们一会儿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呀？可能洗衣机也要放这边，如果洗衣机不放在这个卫生间里头的情况下，哈，洗衣机可能要放过去，啊，放过去，或者是就要延长卫生间的尺寸，啊，这样的话，你把整个厨房的面积这样放开了，放开了之后呢？你就会把可以把什么电视背景墙也让出来，啊，电视背景墙也让出来，比如说我电视背景墙可能是在，这个位置，当然了，它还需要一个餐区，还是需要一个餐区的，餐区它想用吧台的形式来解决，我们电视，突出了一个 box 啊，在这个一根线的基础上呢，突出了一个 box。之后呢，延出来一个吧台。这东西应该是不是这么宽？延出了一个吧台，吧台的餐桌的尺寸呢又不够，我们只能加宽它。加宽它的话，厨房又不想让它特别的小。压了100吧。还是尊重一下这个设计师的想法。如果我们从这边进，反过来的话，沙发要靠上，沙发要靠上的话，可能也不是特别理想哈。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哈？就是说这个吧台呢，现在按照我现在的这个画法呢，也是成立的啊。电视背景墙在这个位置，行了，就这样吧，先这样来一版哈。啊，尊重这个设计师的想法啊，只是优化细节，拉出了一个轴线了。这个电视的造型、背景墙的尺度、空间就是比较舒服是吧？又比之前好多了 然后呢，整个沙发区可能要往下偏移，往下偏移的话，这边他还是想要一个书桌或者是梳妆台之类的东西啊，书桌或者梳妆台，然后同时要解决玄关。同时要解决玄关，当然玄关啊对景可能是没有必要了啊。这边是否给它拉起，拉起让它最大的释放掉，释放掉之后呢，我们的沙发如果是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，可否摆一个大一点的？然后我们的书桌呢会往上移，书桌会往上移，沙发呢再给它一个小几。给它一个脚底的空间，然后呢，这边的床的区域呢，也可以往下移啊，让它不对着这个，不挨着窗户是吧？不挨着窗户，往下移之后呢，最好是，跟厨房错开是吧？也就是只能移它现在当前这个三百的尺寸吧，大概300的尺寸，那上面的尺寸又不是特别舒服。不是的，特别的舒服。他的床好像是1米8乘2米或者2米乘2米的。
大概移到这个程度啊，这边会有窗户啊，这个床好像也是一个榻榻米的形式哈，榻榻米的形式出现，然后呢，这块儿我们是需要给它加一个书桌啊，加一个书桌，加一个书桌的话，衣帽柜它是想再加一组哈，再加一组衣帽柜，怕是这边可能收纳量不够，加一组衣帽柜。那衣帽柜我们给它保留，保留的话，它对窗户稍微的影响了一些啊，对窗户稍微的影响了一些。稍微的影响了一些，之前的这个洗衣机的位置呢，我们完全可以移走啊，移到这个靠卫生间一侧，也就是说大概是这个位置啊，洗衣机的位置。然后呢，这边就整体可以放开给这个衣帽柜啊，一组衣帽柜是吧？但是同时呢，我想在这边解决一个书桌的问题，解决一个书桌的问题。刚才有想在这边啊拉一个长条桌哈。拿一个长条桌上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，现在呢，我是觉得这边的尺度也是比较有优势的，有一定优势，也可以拉一个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床做大，然后走一个窗帘盒也是可以的。它应该是一个榻榻米的形式啊，我们就往上一点。柜子呢也要做大一点。柜子做大一点，同时呢，这边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类似地台的东西，让它上来是吧？可以不上来，可以不上来。然后这边呢，可能是稍微就高一些了，高一些了啊，高一些的话，我们看一下哈，这边我可以给它一个矮柜哈。让他不让从卧室，这从客厅这边直接看到这个床的区域，用这个矮柜的形式呢穿插这个书桌啊，穿插书桌，同时呢把床挡上一部分，让他不用从这边下来。当然，同时上面可以是其实是可以摆一个饰品呐，或者是书籍啊，装饰书籍啊之类的哈。我们就摆点书籍吧。这边呢会是有一个之前的书桌哈，或者是梳妆台，然后同时呢这个位置也可以有一个台灯啊，当然这个台灯呢因为跟床形成了一定的距离的一个关系啊，它就可以两边来使用啊，壁灯和台灯都可以啊，一个切换，衣帽柜 up 上去。擦掉，书盆呢还会在这个位置啊。厨房应该现在的尺寸放的足够的大了啊。哦，这边还要解决这个冰箱的位置。那我们就把冰箱跟洗衣机它俩的位置对调啊。冰箱和洗衣机两个位置对调。冰箱啊，然后呢，洗衣机在下边，这样的话，整个操作台呢就散开了啊，散开来了。淋浴房，
玄关之前的玄关柜是，没有了哈。之前的玄关柜没有了，然后这边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哈，地毯，客厅，整个客厅呢会被释放开，啊，这边可以放一个墩子哈，同时呢，这个墩子也可以给梳妆区用，对吧？梳妆区用，玄关柜，里边的衣帽柜。然后这把椅子转过来啊，这个读书椅让它坐的稍微的舒服一些，也可以进行一个看电视或者是交流的一个沟通是吧？沙发。要是要茶几的话，给来一个。好嘞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这一版方案呢就大致的完成了哈。啊，操作台怎么了？有哪个地方不清晰？OK，我可以画一些手稿啊，要看哪里啊？这块儿，我们把电视区涂上。哦，没地方晾衣服是吧？洗衣机跟冰箱那个角怎么办？洗衣机，哦，这个是台面，这里头不是特别好使用，比如你可以放一些，蒸饭的呀、咖啡机啊什么的都可以放到里边，反正盛满。晾晒区啊，这个小户型晾晒区的话，除非再往下移了。啊，因为它原来又没有，我们一会儿再出一版有晾晒区的，不用着急。我就有说过，我是在原有的方案基础上，啊，它可能是烘洗一体的，然后呢，晾晒对要晾晒的要求也不是特别高。啊，就是它原有画面的该有的东西，我是不是现在都有了？啊，然后呢？就是这版方案只是一版它原有的需求的基础上的优化。就是说，如果它按它的思路呢，往这个方向上走啊，如果是需求功能需求已经满足的情况下啊。啊，好吧，那我们就这样吧。这个你有的字太多，我也读不清楚。我喝了一瓶酒，有点晕啊。衣帽柜旁边，沙发两边，如果对称操作台，对称操作台。那个读不太懂。对称操作台。对着厨房操作台啊，当然不好。现在对的是电视背景墙啊，对的是电视背景墙。电视背景墙，它是一个倒顶的啊，或者是半高的。
如果是半高的话，你要就要解决这个里边的冰箱的问题。现在电视冰箱它大概的比例关系是这个样子，是吧？比例关系是这个样子，然后呢，旁边是有个餐桌的，是吧？操作台也是啊，然后有把小椅子。是吧？全挑的，或者是带个立杆都可以，立柱。然后沙发区的话是跟它一个轴线关系。前面有个圆脊。这边有个榻，弄个地毯，啊，是这样的一个轴线关系。现在犄角还是凹槽，可以啊。对你那个地。太多字，我有点读不懂。即使有人解释，我也读不懂。最好是你勾一笔，勾两笔能画出来。我真，他的想法应该是进门后边衣柜这个空间地方可以考虑跟书房、办公空间做对称。我操，真是读不懂啊！太长了，这一句话也太长了，还真读不懂。我尽力了，行吧，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想法，其他的想法，办公空间做对称啊。刚有人提到没有晾晒区，唉，这个户型非要给晾晒区，真的是蛮麻烦哈。这块我们再重新切割一下啊，卫生间还保持这个体量，对吧？这个尺度还是比较 OK 的，里边有3件套就行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拉起，想给个小小的衣帽间啊，小小的衣帽间，小小的这个生活阳台啊，虽然很小，但是能解决问题啊。那如果是给厨房这一侧呢？给厨房这一侧的话。这样的去分的话呢，我的客厅的位置呢，客厅的位置要往上提，看一下哈，客厅的位置要往上提，提到这个位置，然后呢，我需要餐厅书吧啊，哦，应该是也没问题的，应该是也没问题的，书房稍微小了一点点。可以看到我这么切了，切出来一个什么生活阳台的空间啊？我们可以把洗衣机扔到里头，虽然很小啊，但是它临窗嘛，是吧？这个方案还没有废掉什么，没有废掉主卧室的窗户，对吧？没有废掉主卧室的窗户，然后生活阳台指定要从这儿进，然后我的厨房指定跑不了在这个区域了，是吧？跑不了在这个区域了，然后它要间接考虑一点点采光啊。考虑一点点采光啊，也就是说这边可能是操作台，啊，同时呢，我要考虑客厅的背景墙，对吧？客厅的背景墙呢，可能从书房这边压过来啊，大概是在这个位置，啊，客厅的电视墙的位置，这样就解决了。那厨房餐厅只能移出去了啊，餐厅只能移出去了，一会儿我们再想办法。啊，这个位置呢是大概是这个。冰箱的位置是吧？
然后灶台离冰箱稍微的近了一些啊。我这边是一个洗的单盆吧，看一下它原有的厨房配置大不大。啊，在这个基础上其实差不多，但是面积的确是会比我现在大一些。那我们考虑是否怎么样给它加强一下？加强一下的话就突出去了。突出去的话，再做一个盒子。突出去的话，做一个盒子压缩这个电视面宽，整个再做一下，再做一下，压缩的还蛮过的，压缩的蛮过的，给它小的一个操作台。找了一个操作台，入户玄关，对景，入户玄关对景。这样的话就加强了一点厨房，不然厨房太小了。加强了一点厨房，入户玄关对景，虽然对的不是特别完美啊，但是它的面宽3.7米，好，大概减掉了700的尺寸还剩3米，床这个方案如果是不动它，不去动它，沙发区，L 型沙发，然后呢，再解决餐厅、衣帽间，这边还会有衣帽柜。餐厅、衣帽间，餐厅加衣帽间，这边解决餐厅加衣帽间。衣帽间的区域可能不是特别舒服，餐吧也不算特别理想啊。看一下，因为我们加了一个功能啊。加个功能在里头，拉过来，在沙发上用餐也可以，可以。这边呢，我是把沙发整体拉过来了，沙发整体的拉过来，拉过来，这边起一个矮的小桌子是吧？解决用餐的问题。虽然平时只是这个一对一用餐啊，小圆桌。放一个小圆桌，这样的话比较省动线。餐厅区，然后呢，沙发区，直接给了个 L 型，当然他想要梳妆台，还想要一个办公区哈，梳妆台办公区。这就麻烦一点，如果是牺牲这个 L 型倒是可以，我还不是特别想牺牲。那就牺牲一下了啊，保证他之前想要的所有的功能啊。沙发区，这边留一把单椅哈，把这个单椅擦掉。
啊，这边也配一个体量大一点的墩子啊，让它跟餐厅跟这个客厅呢，都形成一定的关系。啊，都形成一定的关系，让客厅有个围合，然后让餐厅呢也有一个围合，当然它是可以移动的，它不是死的。然后这块呢，我们可以放个落地灯，啊，小落地灯了啊，不然的话会很挡害的啊，小落地灯啊。这边柜子呢就给它保留掉。这样的话，方案二好像快完事儿了啊。这边可以留玻璃，这边是死的。这样的话，有个 U 型的操作台。好了，这样的话就满足，基本上能满足他刚才要的一些需求啊。然后呢，增加了一个生活阳台，在厨房外侧。床呢没有去动它，那这块我还是希望它这有一个踏步上去，有个踏步上去。这个柜子还给它保留。外开吧，啊，因为里面要挂衣服什么的，啊，外开。这边有个摊鸡蛋是吧？阳光进来，阳光进来，哦，这样的话，这本方案就 OK 了。好嘞，上去哈。这个临房尺寸够。阳台地面应该降低，不是太高。阳台哪个阳台啊？它没有阳台吧？没有阳台。我说的那个抬高是卧室，卧室我写的标 up 那块儿啊，希望有个地台，有一步上去。比如说上去之后是木地板，然后呢，这个放一个床垫就行了，也不用有点那个日式的感觉，或者是韩式哈。放个床垫儿啊，也可以，当然也可以再继续做床箱，也可以啊。
考虑一下床跟那个桌子的高度。哪儿采光？整个卫生间四件套的，这么奢吗？行，试试吧。整个卫生间四件套，刚才不有人说这方案没意思吗？这户型没意思吗？是不是地台要抬高？对，我说的就是床的那个位置要抬高啊。厨房的下水怎么处理？厨房的下水应该没问题啊。厨房的下水先走，你要是不抬高这个阳台墙面，它下水管在哪儿？看一下啊，这应该它有没有画下水管？它只在画了一个井的位置，不知道含不含水管啊？但是它之前的这个，盆是在这儿的啊，出盆是在这个位置，这是我们理论上希望它下水管在这个位置，对吧？那你可以先走柜啊，走地柜嘛，走地柜，然后再走墙嘛。走地柜，再走墙，走一定的坡度就可以了，走洗衣机背面，背面的话，你要是想把它藏里，你就包上；不想把它藏里，就露着，都可以。下水没问题，离的这个距离应该是排烟下水都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。好。我们再来一个试试看，有人说要四件套啊，我们试试吧。四件套，越整越有难度了。四件套卫生间在这儿，那显然你要往前拉，对不对？哎，显然你要往前拉，往前拉的话，这个浴缸啊，尺寸指定是不够了。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淋浴房这个面宽，可能也就是。估计有个1.3米、1.4米的一个样子啊，最多1.5米，看一下，也就是1.3米、1.4米的样子，1.3米，放个1.2米的小缸啊，坐缸还行。你要是说这个真的要给它放个1.5米到1.7米的缸，那这个户型还是比较头疼的啊，试试吧，哎呀，越搞越有难度了，这是。我切切看啊，哎呦，切切看喽，做点好玩的东西出来是吧？如果能的话是最好了啊。蛮难，
再容我考虑2分钟，再给我2分钟。好了。考虑完毕。头脑大开，脑洞大开。那这个我说一说，这个方向，所以说这个方向。刚才有人提到4件套，我是非常想给他一个浴缸啊，可以看我的刚才切图的那个思路过程啊。我是想这个卫生间原有的位置在这个位置，对吧？然后向右切一个区域给浴缸啊，然后这个解决它的下水，给浴缸，切一个这个区域。同时呢，浴缸我希望有一个趣味性采光啊，可以用百叶帘解决，因为平时就住俩人，可以开放一点。然后如果家里来个人吃饭什么，保品质哈，把这个百叶关上啊，是这样考虑的。但是呢，一系列切割之后呢，我会发现这个衣帽柜又减少，比之前呢减少了很多衣帽柜，这一组呢就没了，没了。所以说呢，后来还是决定还是放一个浴缸，放一个这个一米二的这个坐缸啊，一米二的坐缸。那这个卫生间墙呢，指定是要给它做薄了，能砍掉100是100哈，原来有1米3，现在给它放到1米4。放到1米4的话，然后呢，切出了一个1米2缸的尺寸，再切出了一个淋浴房的尺寸啊。然后呢，这边呢，你可以选择把马桶呢，用强排水解决掉啊，放在这个位置。这样的话，淋浴浴缸区，同时呢，洗手台只有在对面是吧？在对面，在对面呢，同时呢，我们还要切出来刚才的这个玄关区啊，入户的玄关区。然后这个入户是内开门啊，比较紧张，所以说我们要往上推，适当的进行放开它一点，放开它一些，这样的话盆儿以及这个入户的一个小玄关柜，也就是鞋柜了，是吧？入户的小鞋玄关柜也解决了，同时呢，外侧它有一个什么呢？之前有比较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衣帽柜，是吧？啊，当然没有之前的强大了啊，现在就变成这样一个 L 型了，L 型，它要我要对等它，相当于给它挪过来了，挪过来了之后呢，这边会是一个洗手台，对吧？洗手台、浴室柜、洗手台这边来到墙，来个虚线过来，整个这个区域呢就要给餐厅区啊，这个区域就要给餐厅区，其实，如果在这边再做一组柜子，也不是不可以啊。我们给它做。